几个里弯曲之后30度啊，温度不高。这俩不好好学习，过来体验体验生活，在开学之前再唠叨唠叨。白玉凤啊，看着吗？棍棒，不好好带辣椒啊，跳子。该拐弯了啊，先白玉凤。哎，地在这边嘞。咱俩是学屋里带劲还是这带劲？现在干活嘞，不是先过来喝水嘞，赶紧。是的。是的，这样嘞，路上搬嘞。哎，你过来先吃喝是吧？嗯。你妈不需要帮忙，你妈不需要。看你妈干啥嘞？这车装不完，搁恁多。我得先把看到，然后到时候再一个一个的带，要不然刷进去拉人拉的不了。加油！你呀。辛苦了，我是负责小孩教育问题，你是负责劳动。我负责看着嘛。是嘞。哎，别走，我知道了。这干啥了吗？摆玉米。哎，对，你把那看到嘞，你搁这摆。不然不体验着这个，嗨，那个都开始喝来了，搁这。干活了，你先喝，搁这喝了，搁搬走。干活，过来给你接一块。快点。都从你脚底下开始。看你们干。三个肉啊，是你我过来，是你过去。摆好了放哪呀？看嘛，啥话都没这小条子管乎。快点摆。一个摆，不领我毛，一个衣服帮帮着过。这摆着摆着，俺都不知道，俺妈又换一个又换一个。从这开，你从这开始摆，你从这个摆。好吧。我放这样是呗。小姨从来没拿过奖杯过。咦？好，关。我也来嘛。赶紧干。这你写个字，你一天写不两张字，单笔盒一天写不两张字啊。一个礼拜。看到底是在屋里学习好，还是在外边？俺知道了，你病死了。你给我说说啥感悟？啊，在屋里学校屋里带劲，学校房子里边带劲，还在这干活带劲。学校那么带劲，有啥感受吗？感受到了。感受到啥呀？凉快的感觉。没事，你只是现在已经了解了这个比较肤浅的东西。地方使劲摆，得累，得身体上累。我累了。你累了，需要调子加加油是吧？不是。累了。不是，你早着嘞，继续干。太热了，这太阳好嘞，特别好体力。你这是啥嘞？是干啥嘞？这玉米好像是歪了。摆完之后，玉杆子放底下，玉棒子整过来。就别这俩，这个我摆过了。你看你妈，看你妈那劲儿，不怕苦不怕累。快点！啊，你就是上学不赚钱，没给他打工都这样干不？都这样干不？人可愿意？好吧，这个行。行，搬来堆，堆那个一个了呗。搬完之后，杆子都放在脚底下。你看你妈，这谁家的？这咱家的，谁家的？啊，你干半天是跟上干的是吧？快点！咋样？有啥感受没有？谁说说？感觉热了吧？我的车快要烤糊了。今个才30度啊，还没到三十七八度嘞，高温已经过去了。
几百，要饿极地府，恐发极神，其腐烂其所谓。就多长呀，我说的都还挺多。没事，慢慢你都会理解了。几个干一上吗？你看，关键时刻还得靠我这小条子。虽然细一点，但是手打在屁股上还是火辣辣的疼嘞。没事啊，慢慢提啊。张明哥，张明月不服气是吧？有好的把它给放那了。有好的把它给放那个，我看你的动作有点带着劲儿了呢，还是不累。几个哥继续干，我给你拿矿泉水去啊，一人弄两瓶矿泉水。看到底学武的带劲还是搁地里搁白玉夫带劲？烟给我弄好啊，少一个玉夫棒子都还走。小明干活还是有劲的哈。慢慢干，别着急，咱家还有五六亩嘞。如果干了有劲的话，人家宝地还有百十亩嘞，等你俩嘞哈。白玉夫，你这是有劲有气儿啊，这是。我体验体验，没事儿，晒晒太阳，省得缺钙。你这缺心儿，我这缺学习。没事没事，我体验体验生活吧。这不挺快了吗？这一片干完了，几个看这几个。你看弄，你看弄。明哥，这边是你的，那边是你姐的。别了，不要，我的比他多。没事，你还有劲，继续，继续，这还有嘞啊，继续，继续。咋了？有话说嘛，别坑。我渴的话先渴着，我回去带回去。我一点也不热，一点都凉快。那继续干，别吭声了哈。拜拜，张明哥，你来拜不拜了？就这一个玉米长一捆，树叶还真多，我还服了。没事没事，等你考上大学研究员，一颗玉米长十个棒子哈。我想明月的感受，明哥说不好，咋样感觉热不热？你说呢？我说我不干活还热，你看我双都出汗，你看不干活我双都出汗。那是嘞。你咋好住啊？你咋好住？体验生活。俺那都学的都还体验生活，体验生活是你吧？体验什么？从瓜的。我小时候，我给你弟弟那时候，我在小弟弟薅草，从那头薅这头，比你干的活都多。你玩我，咱俩不一样。是嘞。你这样童年本来是俺这样的。这你童年欢快而充实，你说的。知道这咱家地啊，下次等我不在家的时候，这地都是你的了。我才不要嘞。你看你妈，你妈咋不服苦啊？来，我干一下。我都听嘞。啊，重新说一遍。好好学习。
辅导好了吗？啊，那太简单了，说明还。大田。不不不不不。都住这里。不不不不不不不。那能啊？好好干活。哎，对，几个人目的是好好干活。是比辣椒，哎呦，几号摘辣椒？没事。我不能这样，我换吗？换啥？摘辣椒是吧？好，喝摘辣椒。那现在我不摘这个玉米了呀。喝不愿意摘辣椒啊？现在还干？还没到喝呢。我不干了，我干不了呀。你，咱们不想干你。你不干不热爱学习，咱热爱劳动啊！我要不热爱劳动了。大米，你那干的玉米整在这空地上，那玉米杆子直接扔完了。你能扔一块能下下去吗？到底咋着呗？你看你这，来我看表情，可热着嘞。我有要是能互相挣泥水哈，中暑咱就互相挣泥水哈。让那块小河吃吧。你看干的空地没雪糕的钱行。一个一分钱，摆吧。一个雪糕。一百个呀。一百个十块钱。拿呀，一分。一百分是。这上面有没？看，还儿子干活仔细。这里面都是玉米。看嘴撇的。你咋不带哭的呀？哟，眼泪都下来了吗？咻咻咻咻咻！咋了？你这给没有骨头了？吃软面条吗？这是？没事没事哈哈，继续干。上午十一点了哈，温度还是可以的。哎，再想想小肉这秋天的最后一点温暖了，到冬天都要钱了哈，这也不要钱。戴个眼镜装文化人。我哪得我哪装文化人了。把你回皮带子哪来了？我给你扔了。好，你回来吗？咋样？总结总结，一点也不好。到底是笔杆子轻还是这鹬棒子轻？自己拿捏拿捏哈。笔杆子轻。这就是你或许这玉米，下次再来的时候，玉米已经小麦已经种上了啊。估计你这一次最后一次干活了。阿姐，你们水一个一个了，俺妈让我一个一个了。起来起来。这回才摆这一边，继续干。啥样子？那吃雪糕的时候，咦，这个好吃，咦，那个好吃。干活的时候没人干。吃鸡腿还是带劲儿？看人到明儿在学校屋里学习带劲，还是在外面干活带劲？自己好好体味体味，想想，咱俩接着干。明个是背乘法口诀带劲，还是搁这干活带劲？背一个让大家听听，背个六来。六六三六六七四六八，不得行。还得干玉米，还得摆鹬棒子。六八多少？四十八。继续。六九。六九。四十五，算了，还是不顺。六九五十四。54。背七的。七乘七等于四十九，七乘八等于五十六。
完了。五七乘九等于六十三。继续。八嘞。八乘八等于六十三，不对，等于六十。八乘八等于多少？还是不熟练，回去。我想想呀。下次啊，写作业都搁地里干活，打个棚子。这边写作业，去写作业。六十四。打个棚子，这棚子的写作业凉快。不想写作业都干活，这有点有个题。六乘九等于。好了，回家回去别。